Welcome to my YouTube channel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C，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们一起来画这款大理石的教案，好吗？那我们赶快开始吧。首先把指甲表面呢磨粗糙，这样呢那个胶才会比较耐的。过后我们拿泥灰去抹干净表面，然后我们开始上 base coat。上完了过后呢，我们就放进 LED lamp 去照那个胶给它干，然后就要把表面多余的 base 胶抹掉。在这里呢，我就用了白色跟深青色来当做底色，因为比较常见的大理石颜色都会是白色，然后我又想要特别一点，所以我用了深青色来当第二个底色。然后我就拿相反的颜色来当做大理石里面的纹路，所以白色我就用深青色来当纹路，然后如果深青色底色的话，我就拿白色来当纹路咯。
过后呢，我也有加一点金色的亮片来当做点缀。上完金粉的点缀过后呢，基本上这个教案已经完成咯。过后呢，我们就放进灯里面照干，过后等待上 top coat。 然后现在我们先快速的把其他四只手指先弄完吧。
现在我们赶快来上 Top Quote 吧。照干过后呢，我们就把表面上的黏液抹干净，过后呢，我们的 gel art 就完成咯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为止吧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还有打开你的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我的新影片哦。如果大家想要观看我上一部影片的话，可以点击左上方的资讯栏哦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咯，拜拜。